大家晚上好。Hello， 大家晚上好。叫做青梅迷迭香果汁，使用真果汁酿造。真的是果汁，是真的果汁啊，不是那个，是真的果汁啊。今天带了那个，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今天就是 Nana Style 有了吗？有吗？但是因为 Nana 她的就是她的眼妆啊，就是她的眼妆会更深色一点。但是因为我们嘉兴路的舞台就是没有办法画那种妆容，所以就没有办法。对。对，只能在造型上很相像嘛，就是土星项链，然后就是土星耳环，对，是的，是的，不错，谢谢便利店冻鲨鱼送的夜蝶，谢谢，喜欢就好，今天造型很好看。你也开心，这个皮衣没白买，钱没白花。开心啊，开心啊！今天 MC 好 BK 没有，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就是我知道自己躺着不好看，所以呢，我就选择就是侧面坐着，然后这样子会显得好看一点。对，嗨嗨，和摩托车。对，确实很喜欢。对，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那个最佳合适的那个脸型，这样子拍起来才好看，对吧？对。对，谢谢文化人送的夜蝶 ，Hello Hello， 谢谢。纸袋还没有发，还在放在外面没开呢。对，谢谢。哦，收到了，收到了。对，红包也收到了。嗯，今天上班的时候就收到了。嗯，给大家说一下尾椎骨吧，今天后面就真的太疼了，所以就没去急诊。对，就下去。今天这个 choker 就是那个当时那个什么，就是跟那个爱家表演的时候买的那个 choker。 我今天给了瑶，今天瑶瑶身上戴的那个也是我给她的，然后我就跟她说，但其实她那个身上是有一个链子挂着，然后可以靠在手上的，但她没有靠手上那个。对，我给她拿过去，我说这个很酷，就是戴这里，然后有一个链子这样子，还戴在手上，我说很帅气。他没戴，对对对，因为我上次买了两个，对，然后就刚好就是想说，另外我没有戴过，那是新买的，很奇怪，是吗？但是就拍出来会很好看。对，戴上做动作不方便，但是就是前面可能就是拿着它拍拍照什么还可以，挺好看的。今天 Blue Rose 什么时候骑机车？现在是没法骑了，对，因为也不会骑嘛，对，就拍拍照还是可以的。对，皮衣多少钱买的？价格还是挺贵的，对。
晚餐还没有吃。哦，真的吗？加油加油。皮其实是真的不冷，因为我里面有一件这个衣服穿在里面，因为这衣服本来就是那种保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穿了这件就还好。对对对对，不冷不冷，真的不冷。但是我腿是热的，最主要是刚跳完公演，就还好。今天跳鸳就是真的没办法，那衣服实在是太大了，然后我就很怕走光，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捂着跳，就没法放开跳。对，然后肩带又一直往下面掉，对，就还蛮那个，一些些难过。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就是金发能长久一点，因为最近的大家就是无论是我发朋友圈的好朋友啊，然后就是大家都说我的金发好好看，然后就是吉雅当时就是也说，我就一回家的时候他说哇你的金发好好看哦，然后就是大家都说金发好看，就是他说好像很适合，就是收到了各路朋友们就是的说很好看很好看，对，让我有一丝丝的迷惑。金发好，反正我的金发会维持到我的那个就是生日公演吧。之前也金发跳过一次头号新闻，然后就是有始有终。对，然后这一次头号新闻就是千秋乐也是金发，就也挺开心的。对，这个超可好看，金发卷起来好看。哦对对对，之前金发跳的夏日悸动，卷起来。 MVP 公演哪天不知道，还没有定。对，Hello 晚上好，反正肯定是过完年之后的。还没有吃饭。好的。Hello， 晚上好。申请 mini life 吗？我跟你们说 ，mini life 已经排到明年了啊，就是现在的排队已经排到明年了，就是说一整个申请不上的状态，就我有点震惊，我就是一整个惊呆了啊。对，确实。对对对，没事，我会抓紧先排上。对，没事，就从现在开始排吧，排到之后可能就差不多，就是就排到28岁。对，太卷了，太卷了，确实。可能就是排到明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就是唱歌很好的人，就是可以在里面唱很多很不一样的歌曲。对，什么上一次 mini live 上一次，对，然后今天就都开麦唱得很大声啊，就是前四首歌的时候，就是拿麦克风的时候，解开谜底，只有我心期许一个奇迹。然后拿麦克风的都唱的挺大声的，我每次都很大声，对，因为我很爱就是唱出来，就很锻炼自己。对对对，就是其实唱跳最能练的，其实就是你当下唱着歌跳着舞。因为他很练那个气息的感觉，对，
是的，是的，我就是想做那种全能型选手啊。对，对，我的声音很明显嘛。其实今天听现场，听那个Blue Rose 也蛮明显的。能在跳 Bros 其实很开心，因为我这首歌对我来说其实意义蛮重大的，因为就是因为 Bros 就是那种是我的初心吧，就是我来这里之后的第一首 Unit 曲。对，甩头发技巧，没技巧，就是多甩甩就好了。因为对，第一次 Unit 曲是第一首上金曲的歌，对，以前只有 Best 30，还跳过王子殿下。说实话，我甩这个的时候，我的腰非常的痛，但是我想说，也就几个动作，忍一忍吧，然后就这样下去了。因为要甩这个的时候真的好痛，那个，因为他是用腰的力去甩的，对。我今天就是已经燃烧到了最后了，我真的不行了，我就想说赶紧把这些歌都认认真真的都跳完，然后就赶紧下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对，效果不错的，辛苦辛苦，大家都辛苦啦，不辛苦不辛苦，很开心啊，能跳到，谢谢瑶瑶的邀请，能让我重新再跳一次 Blue Rose， 很开心。对，大家都很棒，大家都很棒。对，谢谢，谢谢阿巴阿巴的小恐龙送的夜蝶，谢谢谢谢。大家都夸奖我的皮很好看，我觉得我没买错，突然之间觉得很开心，这个钱花的值得，太值得了。对对对，谢谢 M A R U K O 送的夜蝶，谢谢 Monaco 送的夜蝶，谢谢谢谢送的夜蝶，谢谢。钱没白花，钱没白花。今天等于是穿皮衣有两套造型，然后还有一套是那个就是比较偏就是唱 Bros 的那种感觉。对，其实它这个衣服后面没有这个珍珠链子，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所以我就加了一个珍珠链子上面。对，但是呢，这珍珠链在日常的那个生活当中就是搭配它可能会有一丝丝的就是不太合适。对，把它摘掉摘掉。对，但而且它其实可以这样，这个珍珠链可以这样戴，就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哦，就是很不一样了一点，就没有这么 boring。对，这个珍珠链子真不错，买对了买对了。对啊，项链也是土星。好，我的答，谢谢默契王香送的夜蝶，谢谢谢谢。版图很好看，看到了。对，然后最近评论什么点赞的也很多，大家也辛苦了，很不容易，我知道肯定很累。对，数据组的大家也辛苦了。对，版图下去被我看到了，还在去看。现在上海喜提新兴用户，也不知道能不能，长白山肯定是去不了了。对，不知道三亚能不能去，或者再找找别的地方玩吧，再不行我就回家过年。但其实我现在是怕回家要居家隔离。对，因为如果回家居家隔离的话，那就有点尴尬。广州好像不用嘛，
真不错，真的真的非常不错。突然觉得我今天的妆容十分的清透，然后这个痣点的也非常的妥当。谢谢铃木修皮鞋送的夜蝶，谢谢谢谢。非常完美。对，今天你们敢相信现在我的妆容是早上九点多的时候画的，对，就是九点多打了个底吧，一直到现在口红嘛一直有叠不一样的颜色上去，所以就还蛮那个，因为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这个打底了。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如果想就是皮肤底子好一点的话，我推荐你们用一个就是先就是你化妆之前先上一个那种毛孔遮瑕，就是那个 Benefit 的那种毛孔遮瑕，你涂完一层之后你就把你的毛孔隐藏了，然后你再涂那个紫色的隔离，然后再打就会好很多。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一般化妆都是先上毛孔遮瑕，再上紫色的隔离，然后再上那个黑眼圈的，上那个粉底液。上完一层粉底液之后呢，就压一层粉。对，压一层粉之后呢，就是再拿你的那个美妆蛋这样子再摁摁，把那个粉摁进去，然后再喷那个定妆喷雾，要喷那个 U 那个迷什么雾什么都的那个喷雾，然后喷完之后呢就定妆了，然后就开始画你的那个眉毛。对对对，我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能持续很久。对，假装学会了，好，加油加油。对，那个定妆喷雾真的很臭，但是呢真的很好用，虽然它很臭但是它真的很好用。对，因为我们其实跳舞平时脱妆很严重，就是因为你一出汗嘛就会脱妆，所以说就没办法。对，感觉像在听烘焙哦，对对对，有点像。哇，谢谢谢谢金光闪闪的面包渣渣送的皇冠，谢谢 ，hello hello。化妆给你这辈子干，然后再喷，对，然后再喷香水，确实出门的时候才喷香水。对，粗糙人一整个没听懂，没关系没关系，是需要时间的。就我反正现在化妆就是慢慢慢慢的找到自己一些比较适合的东西吧。对，哇，这是粤语歌吗？哦，好像是粤语歌，像是一个不会唱粤语的人在唱粤语歌，惊呆了。可以出教程吗？我可以努力一下。你的同事不值得你化妆上班。好吧好吧，因为我有时已经习惯了，就是出门除非我平时去做那个皮肤护理，但是我一般出门都会化化妆，就是已经习惯性喜欢出门化妆。就是要拍也能拍，拍拍照什么的。眼妆吧，其实我眼妆真的就是糊弄画法，就是这种，就是一直叠眼影上去，然后最后会叠那个红色的眼影，然后我下眼睑可能就会画的比较多。我没有贴假睫毛，你不用贴假睫毛，我用假睫毛的次数很少，因为我睫毛本来就比较长，所以就很少贴。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化妆的感觉吧。啊，我没有夹过下睫毛哎，
我之前有去弄过一次睫毛，就是去那种外面店，就是去弄那种假睫毛，就种过一次，就是它就等于是粘上去了。然后呢，我就是平时卸妆本来就比较暴力倾向，就是那种卸妆就是这样一整个擦，然后呢就把那个睫毛都擦下来了。然后不久的将来，我人家可能接上去能持续一个月吧，我大概就是说可能一个星期不够，然后画完妆就这样没掉了，对，就感觉好像那个东西不太适合我。对，就因为我喜欢弄那种，就是之前我们去韩国拍 MV 的时候，那种姐姐会给你贴那种一簇一簇的那种睫毛，就是一根一根就根根分明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太阳花一样很好看。就是你看那种韩国打歌舞台，他们的睫毛不就很好看吗？我去贴那种，然后好像我发现我真的不太适用这种东西。对，仙子毛，是的，没有错。对，然后我就也很想去弄成那样子，然后就去外面贴，然后就可能贴出来刚刚好就很好看吧。就是但是呢，因为其实贴那种东西就不用怎么画睫毛了，就不用刷睫毛，它自然而然有了。但是我就是那种卸妆暴力患者，就是一整个卸得非常的没掉了。啊，昨天被街拍了吗？我发现我每次去那附近很容易被街拍。也被键盘了，我只知道昨天 call me 很多人拍 call me， 对，很多人拍 call me 的照片。大明星，因为昨天去那里喝那个拔乐碰，对，原力飞行，好想喝。我今天还其实很想再去喝那个拔乐碰，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喝那个，就好好喝你知道吧。然后今天好像下午3点多钟就已经卖完了，4点多钟卖完了。对，因为我朋友去了，然后想说能不能就是帮忙代购两杯。对，被拍两次，两个博主。我之前有一次去那附近的时候，确实待到剧场不好，要当场喝，因为它其实那种感觉有点像 dirty， 你就得去现场喝才可以。对，没事，明天有时间的话再去喝。对，明天应该没有人接他了吧？我明天要把自己穿得像很丑的人去。啊，之前那套白毛衣我有看到。应该没有人拍照，我感觉我每一次走经过那里好像都被拍过。对，我明天要回中心排练，哪都不去了。对，去不了，发现了，忘记了， sorry，毕竟穿搭达人，确实。然后如果我今天穿这套去，是不是也会一直被拍呢？没事，我今天在嘉兴路红毯的返图已经足够。确实，必须的，肯定会。下次穿着这套衣服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人拍，是不是？好好笑，穿去那边被街拍，笑死。会这么搞笑，多少有点刻意。确实，我现在穿这个，然后骑着一个自行车过去。哦，因为你知道我前两天我朋友，然后他骑自行车被街拍了，然后他发朋友圈，然后就是我之前去看一个音乐剧的一个女孩子，然后非常搞笑，他戴了一顶那个渔夫帽，然后骑自行车，然后被拍照了。然后他说多少有一些搞笑，他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截出来，然后发那个朋友圈。对，就骑那个共享单车，蓝色的那个共享单车，然后骑着车被拍了，好好笑。对，就还蛮搞笑的，确实确实。
没有，他就真的就这么骑过去，然后有人就突然间给他拍，啊，有路人夸我好，就是穿搭好看嘛，开心死，那还是蛮快乐的，被别人肯定自己的穿搭。谢谢大家，等下去看看自己的小红书粉丝有没有增长一下。也有人问我啊，可以加入我的那个应援会9133819982，然后呢就会对9133819982，再说一次9133819982，然后可以关注我的应援会，然后大家都能很开心的解答李张新穿的是什么衣服，对，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那个同款博心动穿搭，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我的那种就是平时穿搭的搭配。哎，我还真的有发现有人就是真的整套把它买下来，就是我穿的那个衣服可能是在一家店里面买的，然后他就整套都买下来，整套这么穿在身上，我其实发现还蛮多的。对对对，谢谢大家能肯定我的穿搭，我很开心。对，没，我今天就是你知道我今天出门之前啊，就我在房间里面，就是我今天其实穿这套皮衣搭了好几套衣服，然后我就一直。然后我就问这样，我说你觉得哪一就是我穿哪一套会比较好看一点，然后他说这一套比较好看，但是其实他说我穿这一套晚上会冷，然后这样说然后我就跟这样说，我说我去完就是公演完就回来，他说那你就穿这一套吧。对对对，我本来是下面是穿裤子，然后上面是一件短的那种上衣。对对对，哦，他真的起得好早，他睡得也早，起得也早，就是真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一点钟不到，他说困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按时按点的吃早饭，然后就问我你吃吗，我说太早了不吃不吃，我说你要喝咖啡吗，他说哦喝喝喝这样子。对，他真的起得很早，他可能大概八九点就起来了，然后他还会睡午觉，八九点起床还会睡午觉，然后晚上就是很早就睡觉。对，我每天吃饭的时间都很定时，然后比如说像今天下午他就去上英语课，然后上完就回来，就感觉就是说真的很养生很认真。对，确实大家都很早，不像我们就是非常晚睡觉非常晚起床，有点困难，我也很想早睡，但是我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早睡，不然我也没有这么没有就是那个医院不会给我开这么多就是有关于睡眠的药，缓解睡眠就是睡眠还有一些焦虑的药。哦，妈妈问了可以吃那个，是的，还没有，这几天没吃。对，开了一个月的量了，然后吃完之后下个月要回去复诊，而且那个医生是那种命令式的形式说你一定要回来复诊，一定得回来。对，会的，会听医生。因为我当时跟他那个医生聊的时候，他就说了很多那种，就是他说你是不是已经持续很久之类的，就会说很多这种东西，但是我也不太好方便给你们说这种东西。对对对，没事的，还好，对，能调整。对对对，确实。
现在就是按时吃药嘛，对，然后就不要就是过于那个，然后就回家。其实我现在喝咖啡比之前少了，已经没有很多了。哦，反正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妈应该会每天给我喝茶。我们家真的很爱喝茶，就是早上喝茶，中午喝茶，晚上喝茶，可以就是一直泡各种不同的茶。对，爱茶人士，我们家就是爱，就是爱喝茶，就是而且爸爸会买很多那种各种的茶回来，妈妈也会买。肯定不是喝凉茶，是那种普洱茶。对，对对对，就是十分那种健康，健康。我发现这么看真的好白呀，我感觉现在自己好像白的会发光一样。是这个有滤镜吗？没有啊，没开啊。还有亮眼功能，我有亮吗？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开始要玩一下这个东西了。兽鼻是什么东西？有兽吗？哦，好像真的有哎。我把它关掉了。你看我现在打开那个，哇，还有下巴，好神奇，怎么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没有大眼拇指，不好意思，无视啊啊，有有大眼拇指。关了的，有大到吗？有没有？没区别。可能我眼睛足够大，不需要，没感觉出来，一点点。我今天实在想，我说穿着这套衣服在，哦，谢谢劳力士的卡西欧送权杖，谢谢，今天还给我送另外发电一个皇冠，谢谢你，谢谢。我想说我穿这件衣服背一个那种电吉他。对，真不错。 BGM 吗？叫做人间修炼，各自去人间修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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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歌有点沉闷，这首歌叫做 You and Me。 今天很漂亮，谢谢。还没有吃饭，差不多了，我到20分吧就关了。对，不知道吃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很饿的感觉，确实。真的吗？真是喝水喝饱了，好可爱！你看我这只，就是那种小样。然后平时出门就带它。就是那种迷你版本，这么小一只。对，唇膏，用唇膏。
还有双袜子。不错哈。抽到盲盒真是小样。哦，说到这儿，我今天没有拍这个，好难过。感觉这个东西跟我很搭，我要这样拍拍我自己。这有点背，有点光线，有点神奇。我正在 DV 拍。用来录像那种。最近没有看电视剧。就是那种自带比较复古一点的滤镜。开端是什么东西啊？电视剧说什么的？网剧蹦循环，好，悬疑的吗？啊，我喜欢看循环，无限循环，爆炸式。要不你们等一下。就是发在我的口袋房间，我就去看一看，拿着我的 iPad 就出去了。腾讯就有是吧？好的，我是腾讯会员，哦，我也是爱奇艺会员，都是我的爸爸。炸了19次，今晚继续炸，过一口气看完8集。我现在就去看。好啦，我关直播了，大家拜拜，安妞。